一顿只吃油炸串串，而且每种炸串只能吃一口，炸串可太香了。尖椒，嗯，小花菜，嗯，娃娃菜，辣辣点，我真的太爱炸串里的娃娃菜了，辣条。跟我说是辣条，实际上是肉串。给我吧。嗯，还挺好吃。嗯，这不就炸肉串吗？鸡皮。哇。嗯，这鸡皮真的是，我每次吃怎么吃都吃不腻。烤蒜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烤蒜也得吃。满满的酱，嗯，哇，这口感真的绝了！烤茄子，哇，嗯，这炸茄子真的是又油又香，绝了！土豆，哇，嗯，每一口上面都蘸了满满的酱。太好吃了吧，苹果，苹果也是炸串里必点的，你们一定要试试。我有觉得炸蔬菜比这些肉还好吃。风火轮，这个为什么叫风火轮呢？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，感觉像是豆皮卷午餐肉。嗯，还行。千丝万缕虾，这样好吃。这个面粉太多了，就是虾肉有点少。牛蛙，嗯，把牛蛙的大腿给吃掉了。